我们还能进季后赛吗？季后赛吗？不好说。如果后面全输的话，就进不了了。嗯。后面还有11场吧，全输的话可能就进不了了。这个赛季能不能进季后赛真的不好说。你们看现在，OMG 老干爹比春季赛厉害多了，他们现在成绩都还可以。春季赛的话，可能就17个队场10个名额嘛，17个队，17个16个，17个17个，抢了10个名额。这个赛季 WBLG 什么都没有春季赛那么好，状态那么好，状态跟人真的很差。他们 BLG W 不算， W 是后面伤克斯上了之后好像打得挺好的，但 BLG 是状态一直都很差。我们现在5-1，有人跟我说能不能进季后赛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人如果我们现在是3-3什么2-2，你问这个我觉得哦，可以，嗯，可能觉得我们状态不是很好，可能没有资格进季后赛。妈呀，我们现在5-1，你跟我说能不能进季后赛，我想骂人，大哥，我真的想骂你。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嘛，李宁 EDG 啊，还有 RA， 我觉得李宁 EDG 我们 RA 现在是就是我们前四嘛，第一名是 EDG， 第二名李宁，第三名我们，第四名是 RA， 这四个队是基本上已经确定了。一般每个赛季季后赛都是赢了5-6就可以进，第10名就是最后一个，可能就是6-10。我记得春季赛是6-11吧，好像6-11就进了。我们已经赢了5把嘛，然后 EDG 赢了6把，李宁赢了6把，所以这4个队基本上已经进了。就算后面全输，可能就但不可能全输吧？怎么可能全输啊，哥们？这个版本不太适合小东北，好像他赛场那个比赛的表现不是很好。他是练了很多英雄，但感觉效果都很差。然后山克斯上了之后，他玩药机太猛了，他那个药机直接起飞，真的智能起来了。